我是徐来发，是 Rico Food Industry Malaysia Sdn Bhd。我们公司成立在1980年，目前是经营食品制造商，主要是销售在本地，也有出口到国外。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拿到金牛奖，这次是我第二次再拿到金牛奖，上一次是在2017年，真的很开心，感谢主办单位。这一次的拿奖是一个肯定，我想把我们的事业再创高峰，感谢。